张佳美问老师的代志是有关实际个呢，有图片嘛吼，第一张的图片可是实际个伊的这枝干吼，算讲伊的这枝骨呢有较大黄，这是病害吗？再来第二张就是这张的这实际个伊的表面呢较无光泽，算讲较袂光滑。来，原因是啥物？这个物件啊，看起来吼，这个可能你爱小注意一下，这阵啊是毋是有一寡这个吼？这小型害虫的一个这个危害啦吼，那不是落雨吼，这大概今年咱看到足多啊，拢含这个红蜘蛛哦、刺猬，大概这一类一个这个啊，这类的家吼，底下咧乱吼，所以呢啊，这个问题比较多哦，所以这大概是这个部分呢，你也当小做一下了解吼，先啊，所以呢看起来基本上吼，这个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啦吼。那么因为目前啊，不过暂时吼，好像这个刚刚，其实最近赖呢真的是状况很多哦，尤其是日本的那个主机啊，日本的那些主机，那问题状况足多哈。不管来这个物件看起来，讲伊比较没有这种光泽哈。那么这种呢，这有可能是因为你叶啊已经有诶，拢有一点啊啊，滴啊变形，这种吼，这含啥物有关系？红蜘蛛吼，这含红蜘蛛诶，这危害，那么有足大一个这关系吼，所以你可能爱小注意者吼，有诶国啊，是毋是得病啊，是安怎吼？这啊，其实呢，真济吼含这个红蜘蛛吼有足大诶一个，啊，因为最近也无啥物落雨，你啊讲。百香果唯一的出状况的，通常就是这个堵水啦吼，这堵水的死虫，搁一个就是讲伊的卵根吼，这大概疫病的这问题，搁一个就是啊落雨这个头无害啊，叶啊疫病吼，你这唔是吼，这看起来呢应该是含这个红蜘蛛这类的这个有关啦吼，那不是讲许啊，因为搁有一种可能性吼，因为这看起来，因为这种黄吼。我还是觉得跟这个有这类，但是迄黄叶的这部分就较无一定含叶有关吼，含红蜘蛛有关，所以是唔是有去抓到啥物物件吼？比如讲你喷草药的时阵哦，啊有小花去甲吓到，还是安怎吼？啊，是不是有这种状况？吼，这有无的一边就知影吼。啊，若知影是喷草药啊抓到的吼，啊想起来讲啊，对，迄天可能抓金草籽的吼，小花去甲，还是安怎吼？风头抓草药的时阵，还是。啊，即、这个转过金草籽的，啊，拄到金草籽了，啊，拄到落雨，哦，啊，这你拢爱足细致的吼，迄、哦、阵可能就较紧吼、哦。啊，这种金草籽的吼，那、哦、是伊迄药害，咱咧讲的这种药伤，多数拢是为心买着。啊，金草籽的这吼、个，伊、哦、去伤着是东坡啦吼、哦，大概这类的吼，这物件是啥物啊？面树龙、白树龙吼、哦，这类的这药啊吼。哦那么伊这物件去伤到的时阵，不一定是心脉吼，相生食到相生大生出代志，所以有时啊为外口药啊吼，为外口药啊生吼，这通常是有这款的一个啊这个、情形，所以你这是较下卡药吼，这是我是安尼问啦吼，因为有时啊有无有草药啊无草药啊，这一个就知啊，咱家己就知啊吼，就知影讲啊有可能你家己嘛咧怀疑啊，我小甲你提醒一下，咱去看起来。其他这个问题是含这个红蜘蛛有较大一个这个关系吼，啊，一般百香果是较唔惊啦吼，但是这无迄个唔惊的道理吼，这最少的这个问题尔吼。那么这种呢，这多数呢，啊，伊嘛是会惊啦，无迄个袂惊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迄类嘛是会作食啦的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伫这家家里要小注意者吼，就是讲大概咱会去拄到的这情形是安尼吼。那么红蜘蛛哦，这大概啊，不然啊，讲到红蜘蛛，我得搁甲所有的好朋友搁提醒一解吼，千万唔通问我讲有啥物特效药吼。红蜘蛛到目前为止呢，无一项特效药吼，无啥物药啊，是迄个一比一中吼，千万啊，咱好朋友一定爱了解吼，这不要再纠结吼。啊，真侪人一直要问我，甲你讲吼，如果对一支红蜘蛛的药啊，那是一比一中吼。啊，一个打一个对，吼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吼、哦，你唔免问我，你绝对也比我较大声知影，吼、哦，因为迄绝对是轰动武林、惊动文教，全世界一定拢会知影这个代志，吼、哦，你就知影讲伊的难度是伫对几只，吼、哦，
啊，所以呢，你咧用大概就是讲水，吼、哦，水呢转较侪一点，吼、哦，啊，水无够侪，吼、哦，这药啊呢大概效果都不会很好，吼、哦。那么这提供给咱就以好朋友，吼、哦，小做一下了解，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，这情形伫咧，吼、哦，提供给你做参考，吼、哦。